第三场比赛结束，深圳大学队的孙颖莎以3-2战胜。第四场比赛结束，深圳大学的王艺迪以3-2战胜山东鲁能的王焕运。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深圳大学队以3-1战胜山东鲁能队，获得2020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女子团体冠军。山东鲁能队获得亚军，再次掌声向获奖队伍表示祝贺。接下来马上进行女子团体的颁奖仪式，请参加颁奖仪式的俱乐部做好准备，同时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持续观看颁奖仪式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马上进行的是今天晚上18:35将进行孙颖莎，孙颖莎，孙颖莎，你刚才说的一句说什么？刚才那句对大迪说的是叫什么？啊？刚才说的一句是什么话？我说牛迪，牛迪，牛迪，哦，牛迪。是王一迪说孙颖莎那场球给我们打的，打心跳，打心跳。
第一场双打比。第二场比赛结束。